哇塞，超级挤的，以后真的是要赚钱去做商务舱，好挤啊！在飞机上的第一餐，还不错哦，蟹汁意大利面，然后东西是还蛮多的。现在要去找好吃的，有地陪，耶！真的很冷，讲话都会冒烟那种。然后这路上真的超漂亮的，就是怎么看都很漂亮。那来吃一家我很有名的面包店。我们点了三个蛋糕跟三杯咖啡，这个是巧克力口味，这个是枫糖，那这个是听说这边很有名的苹果派。先吃苹果派，我脸超晕。好吃吗？好吃吗？我本来就不吃苹果派。我们刚刚吃完那家蛋糕，我觉得还不错，还蛮推的。就是它吃起来就是有点像面包，然后吃起来是很湿软的那种，就还蛮好吃的。但是这边真的就是偏甜，所以如果就是没有很爱吃甜的话，真的千万不要点巧克力那个，真的是会甜到爆炸。枫糖的赞，枫糖好吃。跑得太雀跃了吧！我就问一下，我们要爬多久？原本荧幕有东西，然后突然它放上去之后就整个变黑，然后我们两个整个吓到。这个人只对这种可以动手的有兴趣。可以写的耶。可以在那边留念的吗？就是进去一般人门票大概是10欧，然后其实里面还蛮大的，可能比较喜欢那种历史或是喜欢看博物馆的就觉得还是可以来看看。对，然后里面真的很多东西了。我们刚才厕所又被卫生纸吓到一次，你知道那卫生纸怎么用吗？就是它没办法拉断，它是要拉出来。你是说那个纸巾吗？对，我不会用啊。对，你把手擦干以后，你就要把纸还给人家。对，这是重复使用的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对。刚刚前面一个德国，应该是德国大妈，她自己也不会用。对，就她就在那边擦一擦。我刚才拉很久，然后我就想说，为什么我还这样拉出来，然后突然就咚伸回去，我吓一跳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个是欧元的标志，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欧元标志，然后很多人都会在这边拍照。对，就是这样子。欧洲的路真的是怎么拍怎么好看，建筑真的是超好看的。
我们现在是 shopping time， 只是大家先过来采购一下。我们现在来的属于第一，很像超市，然后就是还蛮多家分店，听说，然后很好逛这样子。然后就是有各种东西，化妆品、生活用品等等，全部都有。我们现在来 Five Guys， 听说它的薯条跟汉堡很好吃。然后它这家店的装潢就是整个很美式，就是非常的美式。小份的薯条很大，很多哎。然后还有一个汉堡，就是一般大小的汉堡。哦，还不错。啊，汉堡真的超级大，重点是很好吃，就是 regular 的，就是一般大小，其实配料还蛮多的，个人觉得还不错，很推。我们现在跑来另一间超市采购，做了一个可爱的车车。现在是晚餐时间，我们要来吃这家。刚才点了热苹果酒，这杯是热红酒。我们点了一个猪脚，但是我不敢吃肥肉，它看起来没有很肥。哦，这个是德国香肠，然后旁边还有一些马铃薯块，嗯，还有酸菜，感觉很赞，而且都超级大份的。哦，那块皮很酥哎、欸。这个是 Oh my god！ 哇、哦，它很瘦哎、欸，它很瘦哎、欸，它很赞哎。其实分尸的蛮好的，对啊，他感觉就是骨肉分离的。我要吃一块瘦肉了。嗯。但我其实很喜欢吃超嫩的、欸，超嫩。吃一根香肠。很烫。它还蛮多汁的，就是也不是会辣，然后就是很香，有点起司的感觉了，淡淡，还不错。我们刚才吃饱出来，然后就发现外面在下雨，然后我们根本就没带伞出门，因为我们就在赌今天不会下雨，结果它就下了，下雪，太扯了，下雪了。刚刚赶上了往地陪宿舍，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刚竟然看到下雪，天气很好耶。我们刚刚已经走到他宿舍这一站了，但是因为没有公车，所以我们只能拖着行李走路回去。真的傻眼哎、欸！我们要搬着行李爬四层楼，傻眼！我们真的是经历一番波折，终于把行李搬进某人宿舍。今天就差不多结束喽，拜拜！早安，我们今天要搭火车去海德堡，耶！然后现在是大概早上八点，手机没带手机。是我们现在有一点点的来不及，所以现在是有点害怕的状态。结果我们因为赶不上火车，所以就跑来吃早餐，选择超级多，看起来都超好吃的。这家店就是一种很温馨的感觉。我们点了一个 cheesecake， 然后还有两个 bagel。是什么口味？就是像火腿，火腿大肠火腿。哦，然后还有一杯拿铁，然后一杯热巧跟一杯美式。嗯，感觉很不错。它不是真的超浓的那一种起司蛋糕，嗯，但是味道还不错，而且它真的超大块。看你们长这样。有番茄、小黄瓜、生菜跟沙拉米。现在吃饱喝足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准备去搭车。现在要搭这班，他就大 delay， 要赶的时候他就赶不上，他就不 delay。对，刚刚只要一分钟我们就已经赶上，他只要 delay 一分钟我们就赶上。
结果他就不 delay， 然后我们这种他就 delay， 烦耶。我们坐到了四人座。41分开始，他40分就开走，不乱讲话。发现很多外国人，他们上车的时候都会带酒来，然后就是刚才又看到我们坐在我们对面那边的人，也是直接拿一手啤酒上来。刚刚跟他对到眼了，我们两个很扎实的对到眼。你说你跟对面的人吗？头前方的，那你就跟他 say hi 啊，他一定会跟我说 hi 啊。他等下拿酒过来一直跟你喝。刚刚搭了一个小时的车，快一个小时车，然后到法兰，然后我们要去转车。然后吸毒的人，或是喝醉的人，然后在旁边吐或尿尿，就很疯的人，然后会可能拿着酒瓶要跟你讲话，或是跟路上的人回来回去之类的，就是路上很可怕。一定要来这里转车，但是不用出去没关系，因为出去很可怕。对，不建议出外面。结果我们家走出来看了一下，发现今天好像状况还好，因为他说他上次来的时候真的超恐怖。可是那时候比较晚，就是下午晚上的时候，因为现在大白天，但是有时候大白天也很可怕，所以有可能就是看情况，反正就小心。大家宿舍的时候都只能用那种针筒式卫生纸，然后结果竟然在这边看到超级多卫生纸，但他说因为很贵，所以平常都不会用这种。就是它前面分后半部，然后前面那节可能开到某个地方就会断掉，然后走上后半部会开到比较远的地方。所以虽然它是同一台车，但是如果你上到前半部的话，你可能就去不了你想要去的地方了。所以还是要看一下，像这个就不能到我们要到的地方，因为我们要去海德堡。我们现在就是已经坐上了。我们要去海德堡的车，应该是这一班就可以到了。对，那早上剩下的半个杯狗。大家都说了，我就问，请问，我就问，请问来一个礼拜是要一天用一包是不是？一天一袋，超好笑的。